冰巧克力，蓝莓果香茶，蜂蜜热拿铁，一样蜂蜜热拿铁。是前面的吗？哎，好这个是海鲜意大利面，鸡肉咖喱饭，鸡肉加咖喱饭。森森现在都有那个学校的营养午餐，有个花枝，是鱼肉、虾子。有一些番茄丁，都半颗。全部都是鸡肉，胡萝卜、马铃薯。这咖啡里面有很浓的那个蜂蜜的味道。它的咖喱饭不会辣，蛮好吃的。晨晨也很爱吃。坐坐。蜂蜜焦糖冰茶，这是冰巧克力，晨晨的最爱。蜂蜜焦糖冰茶有那种淡淡的焦糖味。蓝莓果香茶，寿喜猪肉盖饭。烤鸡腿排盖饭，有一些青菜，这个烤鸡腿排有点辣，微辣，上面还要打一些蛋。好多洋葱。妈，那些饭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嗯。好多洋葱，还有猪肉，还有一些蛋。匈牙利牛肉。这是烤吐司，上面有奶油。阿弟，阿弟，有牛肉块，
蝇薯、胡萝卜。芝麻牛蒡丝小菜，烤吐司沾这些酱汁来吃很搭。冰西兰奶茶，好好笑，两个杯子不一样。好吧，是热的美式咖啡，大杯的。巧克力牛奶，然后这苹果汁。妈妈，我要加糖了。就是还是喜欢帮忙。柠檬草凉茶，鸡肉咖喱饭，里面有一大堆蘑菇、鸡肉、红萝卜，不味辣的咖喱。粤式凉面，和风芝麻凉面，粤式凉面上面有一些油葱酥，然后这是粤式凉面的酱，这个是芝麻酱，配和风芝麻凉面。这是一个白煮蛋啊，一整颗白煮蛋啊，然后番茄片，这个是海带芽嘛，然后是生菜，面条是比较宽比较扁的，一样是一颗白煮蛋，然后生菜、海带芽、番茄片。然后上面这个就做油葱酥，粤式凉面的面条比较粗。芝麻酱比较酸，味道比较偏酸。真的喜欢吃粤式凉面，面条很 Q。这凉面面条都很 Q， 酸酸咸咸，蛮开胃的。不要再玩了，小明。
冰巧克力，然后这是蓝莓果香茶，这个是冰卡布奇诺。泡菜烧肉盖饭，上面有一些青菜、泡菜，有一些烧肉，上面还有一层蛋，好多烧肉，刚做好的腾腾。滑蛋牛柳盖饭。牛柳，青江菜，当然一定要有蛋，红萝卜，还有一些黑木耳和洋葱。还蛮多的，很嫩，还不错，烧肉还蛮嫩的，而且有泡菜的风味，不会吧？冰巧克力。苹果汁，特调乌龙浓茶，姜汁牛肉盖饭，就马上闻到有姜的味道。但还是半生熟的。然后这边有一个芝麻牛蒡丝，滑蛋牛柳盖饭。牛肉还蛮大片的，姜的味道还蛮浓。泡菜烧肉盖饭，上面就是有泡菜、烧肉，还有一些蛋、青菜。柠檬草凉茶。